四十度，它的是狗狗呢就严重一点，弟弟是在这里开始，狗狗呢是在上面开始，这里到这里，在这里这里开始变形是在中间，再来到这里，到它的盆位一个大小圈，它大小啊不是在这里大小，你看到这比较大这个小，它大小就是它盆位是出来一点点，所以看到这个大这个小，不是平行，它很硬的，就是高跟很硬。所以跟这里有写了四十度，四十度严重，几岁啊？谁？哦，大一年而已，大一两年。好，站起来一下啊！这个是一个 measurement，看你的这里好像01、01在这里床了。好，一样，跟我一起来，合脚合起来先。好，开去右边，合起来，平线那条，下去，会。狗狗的这里比较严重，你看这里上变形了，这里不严重，是最重严重是在这里。27最多。28。28、29，全部是在这里，这变得最厉害了。所以看这里到这里，它是变一个位置，这里28到29，好。等一下，还有这里变形也是很厉害的，变去那边的。好，放松啊，弟弟。等一下，现在看在28、29啊，等一下看有什么分别啦。OK，好，请坐啊，坐下来先。好，按你两个部位也是按这里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，不舒服哦！那你右边，哇呀，这里还痛哦！哎呦，你看小小，按左边，还好，喊出来不怕的。你不喊出来呢，等一下是有辛苦啊。按这里可以，按这里比较辛苦的，这里比较痛。你看你的头上啊，也是跟弟弟一样，卡住了的，这里很痛。来到这里，来到这里，眼镜啊，看到那边，再去后边呢。这里很不舒服的，全部是给卡住的。第二转左，转右，这里也是一样。你看，一转一点呢，很辛苦。就是来这里啊，这里很轻松，这里还摇摇，还摇摇摇摇，哎呦哎呦，好，等一下舒服很多。你看这个手上啊，来到这里也是很硬很硬，这里旁边上边也是很硬很硬，我五个手指可以进去的。第三放过来啊，这个最重要，看你的颈椎啊，你看你的颈椎是一个高一个低啊，你看手我放在这，垫在我的裤子，你看很难，卡住了，太难，卡住了，这里看那，来也是卡住，看这左手啊，哦，左手好一点，这里可以，啊，不要长短脚站呢，啊，等一下变形，不要给他习惯这个动作，等一下他肯定不好，就是。还有这个两三年要站好好来，等一下这个呢，轻松了，可以垫到我的肚子，这里也可以，再转过来，没问题啊，好，等一下舒服很多了，上下转，睡在我的脚，哇，来在这里的全部，哇哇哇哦，还有这个最重要哇，你看全部卡住了的，卡住在这里了。哦，听到了，扣扣一样啊，什么没有弄你的手而已啊。那现在这个两个平衡到按这里，好，这个、松了了。你看这个手上啊，刚才上这里也是，现在很轻松了。好，第三，我们要看刚才呢，颈椎平不平线呢？这个也是一样啊。放在这里，垫在我的裤子，嘣，嘣，滋滋嘣嘣嘣嘣，滋滋嘣嘣嘣嘣嘣嘣嘣，轻松啊！你看，滋滋嘣嘣嘣，这里嘣嘣嘣，不是不是嘣嘣。对了，看你的头啊，刚才上头比较辛苦啊，好，上的时候上，第二次上，好，第三次上，看眼睛，眼睛。90度，
这里平线了，旁边转舒服，刚才也是硬硬的，这里有弹性，第二次，有弹性，舒服很多。现在调整全身呢，调整两个正反面，在这里，哇，两手放后边，手指放手指啊，手指放手指 ，very good， 睡在我的脚，哇，我烧地了，听到我，我站起来，哎呀，向那边。他的腰太长，我的腰在这里，放在耳朵，很好。这里弯到很厉害啊，趴下去啊，弟弟，连站下，好了。拍手啊，这里弯得很厉害，就是这个盆背，所以刚才那个他盆背是很要转转，所以看到一个大一个小是转得厉害，所以这里很要变形的，所以这里肿出来，这里过去，这里高，按这里痛吗？痛哦，哎呦呦，很痛哦，按这里痛痛啊，最痛是在这里了，哎呦，顶不顺哦，你看这个脚啊，大大的按按这里不舒服啊，哎呀，这里 这里痛了哈，最痛是在这里，跟最痛是在这里啊，好，等一下舒服很多，这个脚弯，哇，弯着是硬的，旁边，这个脚弯，这个也是高的，咚，咚，咚，这个也是跟弟弟差不多一样，不是，不是，咚，好。这个钟好玩。很好。再另外一个脚啊。好的，这里。哇靠。哇，很大声哦。这个要低一点了。完成。这个弯转过来，好，这个弯要转过来，轻松很多了，好，这里去去，对，按回去啊，舒服很多。这个脚手放在这里啊。这个轻松，这个很硬，这里硬，你看卡住了啊。
咯咯，啊，我我好，旁边睡啊，侧睡，对。哇，听到我，很大声啊，全部是在这另外一边。这个脚直，这个脚弯弯。哇，啪啪啪。看上边，睡姿也是一样，看你的臀位。这个转弯也是这里硬了了，你看呢？这里呢？哎，你看在这里靠住了哦，你看下不到。第二也是靠住了，这里到这里。你看这个脚啊，右脚，有分别哦。这个呢，五个手指到这里了，很轻松。这个脚翻过来，很轻松的。就是这个脚不好啊，这个高低啊，肯定侧了一边的位置，所以来到这里。太远。对，他也是很辛苦啊，这里垫不到，这里翘起来了。OK， 对，可以了，等一下 OK 了了。哇，啪啪啪，这里啊，哇啪啪，哇，听到我啪啪，很好，好，这里这最重要的这个盆位的一个高低，所以影响到这个是盆位低了，跟这里下去啊，你看你的脚有什么分别了？滴滴滴滴滴滴滴，你的手指。轻松很多，喂，可以再低一点喽，哎呦呦，哎呦呦，舒服了，这个脚呢，这里，舒服，还有一点呢，给它漂亮一点。有一点呢，送了吧，现在这个脚弯弯，轻松了，很好，站起来呀，屁股撑高，屁股撑起来，好放松了，跳整天身了。好，呼吸，下，呼吸，下啊！你听到我感觉？哇！啪啪啪啪，太阳被烤一身硬了，好舒服很多了。现在这个脚越来越轻松了，这个脚也是越来越轻松了，这里开也可以，这里开也可以很多，好了，坐下来啊，看一看啊，刚才28、29哦，一样啊，站起来，起来脚伸，等一下看你的右脚，两个脚和平下去，
嗯，那这里停一停。不足太高，现在刚才27、28、27、28、20，现在不到20米了。那这里没有这么弯过来，这里没有这么，也是这个问题，两个也是这个。刚才呢，这个一卡住了，一卡住了，这里一卡住了，这里高啊，这里肿出来，肿到很厉害，是很像平的。现在这个盆鸟啊，这个是平很多，这个也是高了很多。这个很重要，也很是盆嘞，很多人是在这里的。哦，上面那。啊，看是这里，如果在这里，肯定是这个，不要给它很认真。哦，它长上错了。这样子，等一下它很认真。我做的时候不要翘脚。哦，对，翘脚。啊，不要翘脚，真的。还有，还有呢，不要坐在沙发左边、右边，坐在中间是很像不对的。嗯。现在床也不可以这样。他喜欢这样躺在床上。哎呀，不要啊！还有两年很快的，两年照顾好了，你不会再变形了。啊，等一下呢，麦克还有跟阿天会教你一点运动，怎样调整一下。哟，拍照，弟弟来，哼，弟弟，马丽姐，嗯，好的，交给他们了，哎，帮忙干。拜拜。嗯，干吧干吧干吧，眼睛，好，快，你过来啊，眼镜，哦，不见了，什么来的？OK， 26，就，太小了，你跟在后边干嘛？这里啊。啊，谢谢，不要拍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哇，颈椎不好。这里一下，哇，这里硬硬的哦。哇，放松松。怎么累啊你？放下这里，对，放下这里，然后。哇，也是走位的嘞，哇，啪啪啪，轻松很多，哈，弟弟，谢谢啊，耳朵响没有关系，啊，耳朵，压力啊，不懂，很久了吧，是的，放松，这么你看这个，哇。多少？啊，送到了，有没？有看到？哇，你厉害哦，你弟弟宝宝。哈，现在不用，要做多一点运动。如果他现在你也是要做一个 measurement， 如果两三个月有什么医生用到有超过一寸到两寸的时候要再调整了，对，高度高度一下飙高啊，发不通，变得很厉害。太倒起来了。嗯，叫那个医生要看，请教师傅。这还是要回去，他是医生讲要看一辈子哦。看什么？他是我们叫仁德的。hospital 看嘛，医生讲他是现在是一年看两次，对对对，然后只要看好一辈子，嗯哼，这样需要回去吗？也是可以的，最重要你去哪里看没问题，感觉他感觉颈椎全部舒服啊，跟他读书也是可以嘛，什么呢，舒服很多就可以了。他没有做没什么，是照 X-ray 一种，没有给两次。不用吃，要做了啊！这个运动是很重要的，现在要忙提拔啊 ，stretching 啊，要如果有自己要照顾有做运动，没有大问题的。那时候你可以过来这里一年一次就 OK， 一年一次到两次也可以。哦，这样是我等他度数高，如果度数没有高就。那不用管他了，一下，哎，我孩子这么高了，现在来做每天的事。哦，这样不用回来了。嗯。
可以，有什么事情也可以打电话过来。这里要照顾还有几年而已。如果他是三十四岁，我都怕。你像十七岁跟十五，十五岁、十六岁嘛，还有几个月十七岁、十八岁啊，不怕了。谢谢你啊。不用谢，谢谢你们，会来的，谢谢，好。